作，当心健康悄悄被做掉。每天只要做超过6个小时，会短命22分钟。哇，这个是4万多人的大型的研究，一录完我马上就要站起来，太恐怖了。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，站坐之间原来差这么远。在消耗能量的时候，它其实都是帮你做减肥了，所以其实你就是只有站的这个动作跟坐的这个差别，差了一点点而已，其实就差可以差到快要到一碗饭的热量。哇，天哪！每周一至周五早上8点钟，请锁定 UDN TV 健康日记。